Kid， 你后面那是你骑马打仗的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知道。什么？是谁？哎，你不要给了，你哪换掉了？你不要白痴好不好？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欢迎收看《木曜四烧王》。玛利亚讲多的是个，睡得好，吃得好。你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？通常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不饿。会喜欢吃火锅吗？火锅喜欢，但没有地方可以吃。可以可以，你的楼下野人火锅就有，楼下那个人有开野人火锅。哎，我现在需要大家外带外带。好，顺便提到一下 ，Kid， 你昨天的营业额跟大家报告一下。不好说，我跟台北野人营业额3000块，恭喜！恭喜野人突破3000了，一天的营业额3000块台币。谢谢大家。我最近都在运动，最近想要练腹肌，可是有一个困扰。你说？想说我减脂，然后少吃一点淀粉，可是感觉胸部会变小。这个东西我要来帮你。有个网友留言非常好，他说：“阿公是练奶头的高手，都练得很挺。”肩不是挺，是肩，是肩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希望你这个小青蛙在干嘛？小青蛙练吉他，跟乌克丽丽，跟写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写歌又写什么鸟歌？我听一下名字。我还没取名哎。讲两句，你两句歌词，我来帮你命名，快点。这个好玩，两句快点。无止境的思念在蔓延，窗边的风还在吹。记得我们之间说好相遇的时间，可是你却忘了。好，哎、欸，你再讲句第一句。无止境的思念在蔓延，在蔓延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叫做《武汉肺炎》。喂！参加。谁是电话？谁来？谁电话？谁的电话？我的，为什么不讲？啊，不讲话，为什么不讲话？谁打给你、啊？什么时候是在直播接什么电话？我开始，我没有接电话，我挂掉了。2块钱，请一定要订阅木曜，还有要订阅我们每一个人哦。订阅什么？我绝对不会去订阅什么野人七号部落格。野人七号是部落的，公器私用嘛，请订阅木曜。各位，我先公布，啊，我们新的口罩出来了，看一下，好漂亮，哦，有各种颜色，大家笑一下，卡哇伊，六种颜色，哦，好多，哦，想买，真的很漂亮，蛮好看的，黄色跟白色好好看哦，材质好舒服，好柔嫩哦，